他是生我养我，不管我到什么样的年龄，不管我做错多少事情，我妈妈都在后面默默的给我支持，因为他跟我说过，无论你怎么样，还是我儿子。对我的生活造成改变突破的就是王雷帮了我很多。就当歌台上没有人要就用我，他给了我个机会，他给了我个方向，还有梁志强教了我很多东西，他不吝啬，他是个很好的师傅，而且他会把他会的东西都教给你。我妈妈对我的眼光，他看我的那种角度已经不再是我这个不懂事的儿子。当兵过火，没有方向，没有钱，真的。而且你二十几岁嘛，你好意思回家跟妈妈拿钱，是不是？你在外面，你想要干一番事业，你想要做一些对你人生有用的东西，但是你没有方向。直到我进入歌台之后，我才找到了我想要做的那个东西。因为我相信我之前我走过了路，造就了现在的我。就是我以前我可以走错，我可以跌倒，可是我到最后我才知道我需要跌倒才学习走路。